这里有一张纸，上面有我画的一条线，要求是不许把这条线截断，但还要把这条线变短，请各位作答。快想想。我知道了，只需要在下面画一条更长的线，相较之下原本这条线就短了。没想到公主如此聪慧，这小丫头还挺聪明。不知白蝶公主想要把这一局送给哪位皇子？当然是太子哥哥啦。我的祖宗啊，你还不如送给你二哥。最后一个题目，悬崖边有两辆马车，其中一辆里有五个人，另外一辆有一个人，现在你可以救上一辆，请问两位如何选择？我选